宴。怎么说呢？因为它是结合两种文化的舞蹈。首先呢，是代表婆罗多的，是由我们索玛老师带来婆罗多的舞。那它融合的部分呢，是大家所熟悉的敦煌舞。我们一定很好奇，这两种舞结合在一起是什么样不同的一个火花呢？这边有一首词可以来形容：流逝红尘一场梦，天籁传音习无心，轻则东方古文明，内在神性舞相遇。让我们欢迎苏娜老师跟嘉玲老师精彩的表演，我们掌声鼓励，谢谢。
融合，谢谢。